亲爱主内的兄弟姊妹平安，今日咱要来看诗篇六十三篇第一节甲我第四节。诗篇六十三篇是大笔写的，迄时伊是被闪招逼，即个扫罗王想机会要来杀死大笔。扫罗王是一个吃醋万分的王，当大笔打死了大先人，伊就做以色列的大英雄，所以每一摆伊带兵登去打仗，得胜了回来，大家人侮辱大笔，因讲扫罗王杀死一千人，大笔一万人。听到这句话，扫罗王就吃不消啊，就万分啊，想讲有一日杀死这个大笔，伊也知影有一日大笔会就伊的王位。所以看起哦，这个人也是万分啊，吃醋的时阵啊，什么歹事都会做到。所以咱看起哦，大笔有两摆的好机会杀死这个扫罗王，但是大笔唔敢，安怎呢？伊敬畏上帝，伊也知影扫罗王是上帝竞选一座王，安立一座王。兄弟姊妹，咱就要注意，咱袂使来反对、顽固上帝所竞选、所恩膏的仆人、牧师、传道、长老、执事，因拢是主的仆人，咱袂使反对爱顽固人。所以伫这个时阵，等于写诗篇。代表在这个旷野地啊，旷野地是真正麻烦的所在，无水，有真侪的野兽啊，你看到无偌艰苦。所以虽然啊，代表的生活真无安，常常无好困，但是呢，伊的心啊，对上帝是永远徛得住的。无摇动的，伊知影上帝甲伊同在，什么人会来反对伊呢？伊知影上帝也永远袂离开伊，伊就来亲近上帝，上帝就更加来亲近大笔，所以伊就祈祷。你看到无？祈祷是真重要的，令咱拄着危机、痛苦。病痛啊，失望的时阵，咱就要祈祷。第一节伊讲什么呢？我的上帝，你是我的上帝。你看到无？代笔甲上帝有一个好的感情啊，好的友情啊。伊亲亲啊，知影上帝是伊的上帝。是伊的避难所，是伊最好的救助，所以呢，伊就讲：我要切切恳求你，意思讲我要切切来向你祈祷，向你恳求。伫早起的时阵，我的心曲曲，就是讲诚实想念着你。要甲你亲近，哇！这就是代笔，这位爱上帝的人。所以呢，代笔呢，伊知影用时间甲上帝，等上帝唔是打算的时间。所以伊知影，伊唔是一位俩，唔是一人俩，伊也相信上帝是伊的避难所，就是讲一个安。休的所在，上帝是我的力量。当我软弱的时阵，伊的力量正是我的力量。是我伫患难、艰苦的时阵，上帝随时来帮助我。你看到无？上帝安尼大祝福，
台币，说当咱也会晓甲上帝有一个亲密的交陪啊！我甲你讲，咱的性命，基督徒的性命，叫做一个祝福成功的基督徒。因为以赛亚55章第六节讲什么呢？当请求耶和华上帝，请求的时阵，咱就找到上帝；请求上帝的时阵，求告上帝的时阵，上帝就来请求咱。上帝耳孔不是动的，不是臭气人的，伊的手不是倒的，伊的目睭不是臭迷的，伊会看到，伊会听，伊会帮助，伊会祝福，伊会医治咱。所以讲，上帝啊，上帝啊，求你赐恩怜悯我，我的心切切恳恳求你。所以愿主祝福你甲我，当咱有痛苦的时阵啊，咱要用欢喜的声音来唱歌，感谢恳求上帝。诗篇73篇25节，讲什么呢？除了上帝以外，在天顶我还有一罪呢。除了你以外，上帝啊，在世界上我还有什么人我所爱的呢？你看到没有？咱看到大笔的心啊，就是上帝的心啊，一个真谦卑的人啊。你看到无？伊袂放弃上帝，无论遇到什么危机啊、危险，伊阁徛在。第二节伊讲：我伫圣所中，要见你的能力，甲你的荣耀。虽然伊即时伫即个旷野的所在，袂使去圣殿，但是伫旷野的时阵，伊搭一个棚。就做跟咱圣殿一样，伫遐切切来恳求、来祈祷、唱诗、感谢上帝，因为大卫知影上帝的带领、上帝的应允，所以你甲我就要照着咱的好好的本分啊，有机会、有时间，咱就要来敬拜咱的主。当咱来敬拜主的时阵，实际上代表上，咱看到上帝的带领啦，甲上帝的应允，甲上帝的应允。安尼看呢，咱的基督徒的生命定叫愈来愈美丽，愈来做主的光，做主的盐，做主的好见证人。所以我盼望兄弟姊妹，咱专心来敬拜咱的主。第三节。奇妙一句话讲，因为上帝啊，你的慈爱比我的性命搁较好，我的嘴要阿罗赞美你，感谢主。兄弟姊妹，咱就要时常代笔一下哦，阿罗上帝，因为上帝是怜悯的，上帝是恩惠的。上帝是赦免咱的，伊拯救咱的灵魂，医好咱的病痛，消除咱每一日的需要，祝福咱平平安安、出出入入，工作顺利，家庭拢顺利，这拢是主上帝的大恩典，因为伊是好的上帝。上帝啊，应允咱。在旧约的圣经耶利米31章第三节，伊讲什么呢？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的慈爱选掉你，拣选了你。兄弟姊妹，你看到无？上帝的爱啊，比天顶更加高啊！比海更加深啊！无人会了解，完全了解上帝的爱。无人会，上帝爱世人，
甚至将伊独生子，咱的主耶稣，受死和赦免，叫每一位无论几罪，相信伊的，唔免定论，反等得到永生活。因为上帝差遣伊的子来世界，唔是要定人的罪，但是人因信主耶稣，通得到拯救。所以愿主帮助你，祝福你。第四节，伊讲什么呢？我的时候，我就要常常来称颂耶和华上帝。大伯就等个十四年啊，才会做王啊。十六岁的时阵，撒母耳先知用圣油来膏大伯做以色列将来的王。现在所罗王在咧打仗的时阵，打死了，所以以色列国的人选大伯来做因的王，所以就等咗十四年啊。现在三十岁了，伊来做王，伊就是以色列国最好一个王，因为这个大伯有上帝的心，爱上帝，爱百姓。所以讲出一个成功的王啊，伊的心啊有上帝的心。伊讲我有一件事，这件事就是爱上帝，要请求伊的国甲伊的义，要伫圣殿看伊的带领大力。所以大伯伊讲，我要永远我的时阵要俄罗斯，一个人啊，我的时阵啊，未晓俄罗斯上帝啊，死了较慢了。死就未晓俄罗斯上帝了，所以诗篇一百五十篇第五节讲一句真奇妙的话：凡有血气的，都要俄罗斯赞美上帝，你要俄罗斯上帝，这代表下的兄弟姊妹，愿主祝福你，帮助你，所以愿主。受恩祝福咱，咱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我感谢感谢你，你的爱，你的怜悯，你的祝福，你赦免我的罪，医好我的病痛，祝福我的家庭，祝福我的学问工作胜利。我有今日，拢是主上帝你的恩惠，你的祝福。求父上帝，你帮助我，所生大必的事这样。虽然伊拄着种种的困难，逃避这个所罗王，但是主上帝，你甲伊同在，你无放手，因为大必全心全意爱主伊的上帝。阮对大必要学习，求主，求你家庭，阮大人的信心，互阮每时每刻。会好来亲近你，你就要亲近我。所以求主祝福我的教会，让我的教会兄弟姊妹拢热心爱主，跟地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人。这是我心所愿的，心所恳求的。天父上帝，你听我的祈祷，因为我是奉耶稣基督之圣。这名来求，阿门。